兄弟姊妹真正有趣味。今年这三个月内面，我所讲的题目，拢有一个相像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甚物呢？就是天顶有声音。今日一月份，我讲耶稣受洗时阵，天顶有声音，讲这是我的听见。第二摆耶稣登山变形象的时阵，有荧光的形象显出来的时阵，天顶阁有声音，白讲这是我的听见，恁着听伊。啊，今日第三摆，天顶阁有声音，对耶稣讲我已经得荣耀，阁要阁得着荣耀。荣耀这个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总共出现了四摆。但是你若详细看，耶稣讲，人子得荣耀时阵已经到了。其实不是伊家己去找这个荣耀，不是家己去得这个荣耀。照着原本的意思是，人子被荣耀的时阵到了。人子被俄罗，人子被高尚，人子被称赞，人子被增加光彩。人子通披就这个荣光的时阵到了。人子的荣耀不是讲伊真有真侪名誉、真侪地位、真侪珍珠、宝物，啊是产业，啊是伊的学位。啊，是伊的生意做偌大，拢毋是。你若看这段的圣经，伫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节一直到第八节，人子通得荣耀，人子被荣耀，人子被称赞、被颂扬的时阵，是因为是甚物？是因为伊完成上帝的工作，上帝托付，上帝命令。伊完成的时阵，就亲像伊来到这个世间的唯一的目的，已经做完，已经将咁样完成了，所以被阿罗、被称赞、被荣耀。咱若详细看这段的圣经，咱就发觉，人子被荣耀的时间也到了。你若是看圣经、看约翰福音，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是真有意思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真侪摆拢讲到时间的问题。什么时间什么问题呢？你若详细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讲，时候阁未到。第七章三十节，耶稣讲，伊时候阁还未到。第八章二十节讲，伊时候阁还未到。第七章第六节也讲，伊的时候阁未到。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伫地上什么做工课，伊时间阁是未到。然后其他的经文内面，时候将要到，时候将要到。第五章二十五节，时候将要到。所以耶稣真注意，伊伫地上所做代志，伊的时间，伊应该做什么，到达。第十二章第三十开始，伊讲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十三章第一节，伊知影离开世间的时间将要到了，伊知影伊要为圣人所付出的。到到十七章，伊讲时候到了，管你荣耀你的囝，啊，乎你的囝通荣耀你。各位。耶稣真知影，伊伫世上所伫做，所以真注重伊个时间，并且等伊时候一到的时阵，伊就专专去做迄代志。所以到底这个时候到，甲伊得荣耀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时阵是时候到呢？因为通讲，耶稣伊已经备办，爱完成天父托付的工作。你若看。在第十二章起头，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通讲是伊最后一礼拜的工作。所以时候到了，伊知影伊备办准备要去面对为人类定死，并且救赎人类。所以时候到了，也是伊得荣耀的时阵也到了。第二，咱来看见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发生一项代志，两个希利尼人要来找耶稣。希利尼人是外邦人，所以通讲耶稣要吸引外邦人来明白，来追求真理，来寻求真理。伊的时间到，伊的福音开始要传开到全世界。第三，咱来发觉啊，在这时阵，伊众人为甚物当时法利赛人遐尼生气？因为伊发觉连外邦人拢来跟对耶稣，连外邦人拢要来参与耶稣的代志，所以咧，耶稣完成上帝任务这个应验的时间是到了。到底这段应验的话呢？耶稣到底是做甚物代志呢？总共有四项代志，是咱一齐谈来思想。第一是甚物呢？第一就是耶稣伊吸引外邦人寻求真福音。另外，希利尼人伊来听见耶稣所做代志，所以咧，伊要来寻找这个福音。啊，我这个按照等走来走去啊。第二，耶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讲，一粒麦啊，死都通结出最最粒来。其实，伊是基督家己牺牲为众人来死的时阵，都结出最最粒来。第三，伊提醒咱：你若听说性命，就失丧性命；你若分恶性命，你就得着性命。到底什么意思呢？是家你甲我人生在活的这个事情有密切关系。第四，伊提醒咱：服侍甲君地是得着天父尊荣。当这几项拢做完时阵，是伊人生最有光荣的时阵，最有尊荣的时阵，也是咱今仔日思想。咱要怎样让咱活命活得更加好，活得更加有意义，活得更加有价值？不是你有偌济银行的户口，不是你有偌济产业，不是你有偌济诶这个生意，乃是你的人生活出上帝托付你的活命，你的人生就得到荣耀。咱来看这四方面，到底这四方面有啥物特别的意思呢？头一方面，伊是吸引外邦人来追求福音。圣经让咱看出，两个希利尼人即时听见耶稣进入圣殿以后，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代志。你若看其他福音册，你就知影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阵啊，来到这个圣殿，伊洁净这个圣殿，伊的洁净这个圣殿是洁净外边的。就是外邦人的院的这个所在，因为是甚物呢？因为伫外邦人的院这个所在，就圣殿外围的这个所在，因伫遐伫咧卖，因将这个圣殿原本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是原本是最基督的殿，定年最卖的殿，所以耶稣做了这样代志，是全部的人无办法明白的，无办法了解，怎样这个人会通做遐尼大的代志？起遐尼大的争论，将这个圣殿外面最圣殿拢给拆倒，拢给赶出去，和规个完全失去控制。其实耶稣做的是正确的代志，因为伊洁净圣殿，外邦人看见，哇，就一位耶稣，伊遐尼无常哦。虽然伊是犹太人，但是伊做代志却是遐尼正直。并且啊，看见耶稣所行的事迹，所以呢，这外邦人两个希利尼人都要来见耶稣。圣经跟咱讲，伊去找腓力，腓力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啊，或者阿尼卡的沙通啊来找伊，但是腓力啊不知以后，所以就去问门徒耶稣的学生，然后去见耶稣。所以谈讲这时阵啊。就是耶稣的福音开始对外邦人、对外面的人有影响、有发生效力的时阵。第二，这段的时间，耶稣怎样的生命被荣耀、被活络呢？因为伊宣告，伊一人会死，
会结出最最粒来。所以咱看见耶稣一人死，予众人拢得到新新的生命。耶稣的死，予众人予新的人拢得到生，并且耶稣放舍性命，做新的人的赎价，以完成天父所托付的。兄弟姊妹，你知影无？耶稣一出世，伊就面向耶路撒冷行去，面向十字架行去，一生就是要完成救赎工作。所以伊的死，予众信徒通得到生，伊放舍性命，做信徒信的人的赎价，伊的死完成白的救赎，伊的死冲破死亡的这个锁链，伊的死予信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伊知影头前的路，伊全全一心不移行这条路，予人得到生。所以圣经甲咱讲，伊为人牺牲的时阵，伊的性命都予最侪人因信，得到无上的活命。各位兄弟姊妹，有真侪跟随耶稣的人，伊那是一生为主献出的时阵啊，啊结出真侪性命。英国一位宣教士叫做李文斯顿，伊伫1873年的时阵啊，伊伫在1841年的时阵啊，伊一个人到非洲来对去做宣教士。伊做宣教士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呢？伊做宣教士的时阵啊，迄头有真侪非洲的边境。真多发生，但是伊有缘尽力去做。等伊到这个1873年，有人发觉，这一位宣教士，结果什么代志呢？结果啊，伊跪落伫这个非洲的所在，跪落迄个所在，然后计心，因为伊这个人牺牲愿意。将上帝听带出去，结果非洲有真大的改变。非洲人伫伊过身了后，要求一项代志，将伊的心埋葬伫非洲的所在。这个人伊愿意完成上帝的感动个托付，伊去做，所以伊改变最侪人，伊正做影响力最侪。所以恩典活命就是什么？就是做上帝爱你做。耶稣就是安尼是，李文斯顿也是安尼是。兄弟姊妹，人生上光彩就是完成天父爱咱做。第三，咱看见耶稣恩典的活命提醒咱，放舍性命就得到性命，疼惜性命就丧失性命。到底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两段啊，你看的假使当时出现在马太第十章、第十六章、马可第八章、路加第九章、第十七章，疼惜性命、丧失性命、分恶性命、得到永恒的性命，到底是不是说你咱就去自杀了？不是，其实这个疼惜啊，不是神圣的疼惜，不是对上帝下来神圣阿加佩哦，神圣的疼惜是甚物？是废弃属肉体的疼惜。所以神学家格兰特伊安尼款讲，疼惜生命就是疼惜世界甲俗世的事物。当人疼惜这个世界，当人疼世界的代志时阵啊，最后这两项拢会失去，所以疼惜不是讲是讲因肉体一款疼，肉体一款喜爱，你专注世上的代志，
专注世上的物件，满足家己，为着家己得到好处，自我为中心，以利益、益处归于家己，这款肉体疼惜，结果你会失去。但是独独当你分恶，当你弃绝，当你将这个世上这款的疼惜放落，专专去注意属灵的、属天的画面。安尼，你的人生就无相。所以，咱的院长啊，钟志邦，伊就捌讲，这个啊，分恶是甚物意思呢？分恶就是咱放落，咱拒绝，咱无去追求肉体画面，咱去追求属灵画面，咱就得到无相的画面。各位世上的画面，常常予咱。或者暂时快乐，但是独独当咱放落这款追求世上肉体的这款的情感的时阵啊，咱会得到属天的画面，是无常的画面。所以，咱信主的人，咱千万唔通行回头路，咱应该继续过一个无常的生活。咱来看一个片哈，这个片。OK， 你知这个是什么不？这是麦芽的糖，还没变麦芽的时阵，等这个麦芽开始对这个糖，诶，这个网里面破出来的时阵，伊嘅人生开始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的一只真正水的麦芽。我问问你，当这只麦芽爬出来的时阵，当这个麦芽伊点实伫咧爬的时阵，伊佫需要亲像以前将家己拔起来，还是伫迄当？亲像虫安尼款，伫咧行，伫咧行，伫咧爬无，伊已经无相啦。其实，当咱得到耶稣为咱死哩结出新的画面的时阵，咱应该画出新的画面。咱应该伫新的画面内面继续画出这款丰盛的生活。咱唔通骨倒转去，咱应该画一个无相的。所以，拄只我所讲，种子帮朴树。伊伫咧过世，为着属灵的画面，放下、放落世上的画面、世上的追求、世上的目标，来追求属天的。你的人生就会通画出完全的精彩。最后，荣耀的画面，唔单是伫主内面得到新的画面、新造的上帝原本设计，予你真好的画面。这个画面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用服侍甲耕地最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画面是用服侍甲耕地。所以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啊，服侍我的人啊，彼得确会尊重，彼得确会看重伊。各位，服侍甲耕地有什么关系呢？那你耶稣？多情热心，处懦弱的形象。咱的耶稣，伊正着服侍，正着服务人，正着做各款的工作，目的是带人临到天父。所以门徒也当正着服侍，带人归向基督。各位，这就是你甲我生命上一根上光彩的所在，毋是食罪，毋是认罪。乃是借着咱的服侍来带人明白基督，然后服侍的效力，毋是出自你的智慧，毋是出自你的口才，毋是出自你的方法，毋是出自你的技术，服侍的效力在伫紧紧跟地耶稣。这跟地是甚物意思？就是跟伊后面行。对因后面，伊做甚物，咱做甚物，
一行到了，咱行到了，一怎样讲，咱怎样讲，地，咱的好力在地咱啊，地做耶稣来行，然后呢，咱这个好力是跟主啊密切关系，并且服侍是主动，咱家己主动的行为，主动来做，主动来服侍，最后当咱服侍时阵，的确得到天父的尊荣。第者是讲天父的尊重，到底这尊重是甚物呢？这尊重就是 honor， 这尊重就是 value， 就是看重伊、尊荣伊，予伊得到荣誉。各位，安尼看画面，就是上好的画面，荣耀的画面，光彩的画面。最近今年2022年，对阮来讲，对阮新加坡神学院来讲，阮失去了两位真尊敬的这个教师，一位是江维信牧师，有诶或者会捌伊，伊应该是山东人啊，伊今年94岁，伊一生为主最真大的工作。到伊最后几年，伊伫罗根厝，最后一段时间伫罗根厝。但是，迄一日我去探访的时阵，看到迄边仔一影幕，显出伊以前的生活的时阵，其中一张真深刻的我，是甚物呢？是伊出院了后，伊伫到伊厝内时阵咧，伊伫伊厝内册房迄头看册。真大的感动，真大的触动。按照这个人到个90、90几岁，通讲，伊阁无去讲道啦，伊阁袂对人也毋是写册啦。按怎伊阁看册呢？伊追求，伊爱明白上帝。另外一位是我所注重、所尊敬，就是我的院长麦希珍牧师。今仔日早起祈祷会时，我特别放出伊的这个视频，以及 video clip， 这位牧师，听讲是一位真难得的牧师，伊是香港人，但是对新加坡的贡献是真大。1953年，伊来到新加坡的时阵啊，迄时我还未出世，伊来新加坡，伊是我所知，其他人我唔知，但是我知伊，伊是一位专业牧师咧，伊专门去大家厝内去敲门的牧师。然后建立真侪教会，后来伊得到博士的时阵啊，伊的博士就是真简单的，伊博士就是做20课，20课内面每一课10分钟，就将福音讲清楚，这叫做博士论文啊，真强。但是上要紧是甚物呢？伊伫新加坡神学院做到做院长，做到伊退休，1992年，伊总共做14年的院长。退休了后，伊后来做华府总干事，世界华人福音这个会议的总干事做4年。然后咧，伊退休，各位，这个人退休啊，伊或者就是伫出来，但是伊退休啊，伊做甚物呢？伊将伊一生上宝贝物件录起来，放伫网络上。其中幸福人生，就是我常常甲牧师娘爱鼓励人看、人读查经，啊是讲摩道班，是真好的材料。伊到最后，伊将伊一生贡献伫教会内面，到伊最后。伊录这个幸福人生时阵，其实伊已经看无啦，伊目睭已经看袂清楚，规个是看无，但是伊录起来，伊通讲伊做个了，做完，伊一生活出精彩，我相信，伊伫上帝面头前得到上帝 honor， 得到上帝 value， 得到上帝荣耀。兄弟姊妹，到底咱的人生是怎样人生呢？
这位就是我的神学院这个我当年有去看我到最后这个2018年等我完成我的论文了后又去看后面的那一个给我看看他的那个照片这就是我跟牧师娘去看倘若伊看无了但是最晚伊将甚至伊的查某囝为了的伊最后介绍伊一生的时阵呢伊也参加伊也录出来伊也讲伊人生是怎样兄弟姊妹荣耀的画面毋是咱有偌济物件乃是吸引寡帮人追求真福音乃是咱奉献一生予人得到新活命，乃是咱放下废弃的性命，得到属灵活命，乃是咱有这个性命了后，紧紧跟地服侍，予咱人生祝福真侪人，然后得到天父的保佑，天父的尊严。你活命是怎样呢？咱当心来祈祷。听我的上帝，感谢你接着耶稣对天顶来付出他的一生，为就是拯救，为就是引带人认识上帝，归向上帝。主啊，帮助阮这一生乃是以上帝服侍上帝传扬福音跟随耶稣做阮一生的目标等阮完成上帝托付的时阵阮会相信等阮回等到天家的时阵上帝带着笑容欢迎并且俄罗并且尊荣所有跟随伊的人主求你帮助阮听阮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心情所愿，感谢戴牧师的勉励，咱来吟这首切切的诗啊，来受切切到灵魂的中间，为耶稣来话，啊，这个。